2018年嘅12月1日星期六上昼9:25，我哋车停丁九啊，青山公路丁九段，咁啊开始喺呢度散下步行下，中午咧就翻去深井御记食烧鹅、咕噜虾球，啊感谢主啊，几靓个天！仍然在丁九啊，杨子京啊，右盛放啊，好靓添啊，呢棵特别靓啊。凡事唔好武断啊，几丑恶，好尖又吉手噶，但系呢啲就佢嘅花啦。无神论，呢朵花靓到点到你唔信有神啊！好多好靚嘅景色啊，真係都未冬天啊，已經好似春天咁啊！嗱，呢個特色咧就係佢生生下咧打橫生咗出嚟啊，幾靚，兩種顏色。丁九村啊，呢条丁九桥并非青马桥，靓到一个天，哇！喺海边啊，有棵杨桃树，我哋食过噶呢棵杨桃树，好甜噶。我哋嚟参观啊，我谂第30次噶啦。機場核心工程計劃嗰個展覽館啊，依度咧英式設計，好好 view 嘅，丁九橋、青馬大橋、南巴勒海峽，好靚啊！今日嘅天色。